我告何事啊！一一道来。大人，我来说。我先说。不要乱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你先来。草民王大福，家住城东，以务农为生。就在刚刚，秦捕快闯进我家，以偷盗为名抓走我女儿，这是状纸。 请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。嗯，下一个。师父大人，名副田氏，家住西街，与丈夫经营一家饭馆。秦捕头带人来吃饭，却不给饭钱。我丈夫前去与他理论，结果遭到一顿毒打。 秦捕头现在何处啊？回知府大人，秦捕头在东昌府大牢。嗯，速去传他回话。是。行了，乡亲们，案卷先放在这里啊，容本官慢慢看来。如告所识，本官绝不偏袒。啊，谢谢大人。啊，这功夫也不早了。这么着吧，刘琴啊，刘琴，哎。 老爷，这要是都请的话，咱们衙门哪有地方啊？哎，不然这样，我带他们去兵马楼，就对面那家，那家做的饭菜挺香的。哎呀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！哎，乡亲们，走走走，跟我去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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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
你拉出去的尸还能做回来呀？那怎么办？就这么办吧，还能怎么办？行了，你去帮我办点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呀，赶紧追上刚才那个衙役，你跟他说不用叫秦捕头回来了，再有去永福客栈把孟母那姑娘给我找回来，去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